地火之事没有规则，活着熄灭地火就是唯一的准则。小心！我重伤，我一定会过的。 爹，他们不让我加入通山族，是不是因为娘的事？怪我！你们家有怪物！我是绝对不会输给那个怪种的。我做梦都希望当初自己不那么选择。玲珑，坚持住！爹，那个怪物就是玲珑。 他是你的神主，谢谢你找到了我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不是什么怪物。玲珑，欢迎来到昭都。月灵族好威风啊！我是神选之王，是不可取代的。能够接受我的世界，果然非常不一样的。 这就是平平啊！救命啊！玲珑，你现在是爹最重要的人。您是复兴，乃儿一人之责，绝不能用双儿去换平平的支持。做好你的妻子，但你要帮助我哥复兴一世。我无缘想做什么事情，向来不需要任何理由。 真的是神主吗？你女儿真的是神主的话，那素春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。玲珑是我的人，谁都别想伤害她。把神主杀死在神坛之上。给我把她拿下！玲珑，最后一位神主的记忆，你想不想看？ 我娘亲跟这一切都有关系，这一切的秘密都在之火。怨宫里面到底有什么？你只不过是供养神主的一个人圣。那怪物，该不会是我吧？玲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都是因为你。 如果不能护你一世周全，至少把你的生活还给你。原因都结束了，我得让你忘不了我。你说我们要是没离开国家，哪儿都没去过，谁也不认识，也挺好。你永远都会找到我的，对吗？就算我是个怪物。 我要先把你救回来，玲珑，杀！他被人控制了。